烧起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、欸，怎样？你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先烧起来了！我靠，先拆掉！我操，不是那个房子，它先烧起来，你要烧烂了，干！我知道为什么，我上面没有炸弹吧？没有，太热了。有东西要捡吗？东西我是捡，我背包满了，我捡了清洗的跟所有的衣，我快死了。不是，我刚站在房子里，就突然就是烧起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谁来了？谁真的还在啊？我刚站在里面发呆很久。然后在外面呢、啊，太奇怪了。还是后面那个篝火放太近，可能吧？篝火都烧那么久了。嗯。里面还有东西没捡吗？啊，天！还有蛮多的。我快烧起来！蛮荒谬。那算了啦，不捡了。你这一直先清洗的跟那个，先拿去放吧。送回去了。这有山洞啊，快叫山洞里面洗就好了。哦，那个什么进的那个洞。电线在哪里？电线我知道。